令，让爸爸进宫，然后保护五爷。他们摆一个擂，然后把五爷搁在中间，他们四个人想办法保护，你不可以把五爷抢走，培养他们集体作战团队的意识。快点把秘密武器拿来！你小心你爸爸，你给他泼水是不是？你爸一会儿急了怎么办？你明白我用水泼你身上。肚子疼亮了。哎，我肚子疼。肚子疼，肚子疼，肚子疼。投降吗？投降。投降。投降吗？我先打。投降。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团，温馨的色彩忽然被掩盖，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，最爱的女孩。我们今天最后一天了，我们要把对子韬的不满全部发泄出来。韬，好了，不玩了，我们回来做饭了，好吗？对，他在等你呢。爱上你的一切，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，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。